你是哥哥。哎，老高，礼物在后备箱里面，你挑一挑啊。我这么相信你们，就这么报答我。美丽，美丽。陈淑婷，真好吃，你尝尝。橘子，打折买的，还断码的。把领子翻出来。你哥没谈过恋爱，这岁数。把弟弟妹妹带的。高启强，我警告你，你别让我这么担心。说了多少难以，我动不动走去哪儿？高启强，你从来就没有变，不要来找我，你也不要来打扰我们的生活。我祝你在青海步步高升。其实你根本就给不了我想要的那种生活。再忙啊，也比不上老婆孩子重要。儿子，淑婷啊，我知道我不该再打扰你，可是我上周刚刚确诊，我就想再和你见最后一面。干眼症是什么绝症？我都偷偷来见好几次，就站在上面看着你下来的。我又要把三刀。时尚的。得了绝症，没有你我不行的。你别假，你太假了，你是赵立东那个位子压在你头上。老高，你得认。婷婷，以前呢，你什么都没有。你说想给我最好的东西，要不你收手吧。你放心，谁欺负过你和孩子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他。得惜命，单刀赴会。你为了一个女人毁了强生这么大的家业，值得吗？我老婆的死和你有关。时间让我们做掉陈淑婷。